现在没有，现在人反而比较多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反正大家都待在台湾，啊比较安全嘛，啊，就是大家都在待在家里，啊，所以都准备一些年菜啊，好，啊，再待在家里这样子，跟亲友分享这样，反而比较买的越今年超多人的。我今天来南门市场买了猪脚，然后买了方块酥，然后买了金车的那个肉干，然后市场还蛮多人的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每个人都把那个口罩戴好，然后勤洗手的话，我觉得对疫情是没什么，没有需要太多顾虑的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出国的关系，所以会选择到我们建国花市来采购一些花卉。那今年的生意确实有比去年好1-2成。那大家来逛花市，尤其是特别喜欢选择一些大红大紫的花，像那个凤梨花啊，很旺的，